新时期叛逆少年，穿秋裤，你能别墨迹了吗？我就不穿秋裤，我就是叛逆，能咋的？哟，穿的小粉棉裤，穿错了，这是妹妹的。我就是故意穿错的，我现在是叛逆期。如此叛逆，还有你以后能不能别再管我了？咋说话呢？所以你以后就别再给我买什么飞电、赤兔、海尔斯啥的了。你同学不是都穿着吗？我穿就要跟同学穿不一样的，我就是叛逆。就叛逆早点来呀，儿子。别人家生老二老大都反对，妈妈生老五你反对吗？反对，你不应该只生老五，你应该生双胞胎，老五老六一块生，多生气呀！你要是不反对生完老五再给你生个妹妹啊，生，千万别嫌吧。吃完饭赶紧学习啊。学什么习啊，我得玩啊。那你玩会手机赶紧学习。哎，我就不玩手机，我玩水。就这么玩水啊？水温正好，先脱了吧。哎，别洗了儿子。我就洗。那你给我好好洗洗。我不洗了。那你别玩手机啊。我就玩手机。你多玩会儿。少玩会儿。晚点睡。